请问你和死者的关系是哪子？女儿，我是他们的女儿。突然旅立った両親が残した見知らぬ弟。我跟你说哈，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娃好生养大。我跟他不熟。我想吃肉包子。我要去北京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要敢卖你弟娃，我就去法院告你！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，凭啥子你们全都朝我来？这个事情到底要咋个算？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？夢見た人生か。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样子待下去。小さなぬくもりか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只有你了。妈妈一个味道。シスター、夏の別れ道。